谢这个现场的有的人是肯定阮的打拼，甲阮的坚持；有的人是认同阮拍摄目标甲信念；有的人是长期就甲阮并肩作战的好战友。啊，搁有真侪我职场、工作场上的好朋友们，尤其是今就一想就支持本土的。有改革意见朋友，今天来特别多，吼，啊，搁有真侪运动界朋友。今天哩，因为在这个景气无好的时代，加上阮本土政权无咧支持，所以我台湾国社本来按说讲今天的参会，差不多是45桌左右，无想着讲今天哩咱增加到65桌，所以各位来宾，恁的热情，加恁的支持。我不谢心中的感动和感谢，我感谢对象，阿哥有今仔日甲阮赞助，但是无法度来参加出席的好朋友，阿哥有真侪真侪长期以来用各种方式来支持我们的好朋友，总之代表。不谢，甲大家保证，你每一人会甲阮帮助，甲阮赞助，阮都会特别的珍惜，好好的运用。台湾今年以来，咱国家的风土发生真大的变化，马英九当公完全没有经过人民授权同意，就做出真侪改变咱命运的决定，所以真侪人有很深的焦虑。的不安，所以这个时阵，我家己社团本身，还是外界真侪朋友，去本土社团拢寄望支持。阮台湾北社是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一个社团，我每一个社员拢是以对台湾的感情和责任，对台湾的感情跟责任，阮拢要做。终身的台湾之光，要一世人做台湾之光。今天是北社高会的时日，我是在办喜事，但是总之嘛是要讲，我今天还有一个遗憾，就是我的主桌还缺少一位贵宾。这个贵宾，他在执政的期间，予咱桂林上美好的日子。予台湾人上最的自由、上高的尊严、甲上强烈的安全感，这个物件是人生无法度替代的价值。自由、尊严跟安全感，是我们人生无可取代的价值。但是马政府剥夺阿扁总统的人身自由，都要委退、舒缓。来谋杀他的人格，甚至他的家属。大家，我们代表真侪真侪人，对马政府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和不满。大家，我嘛要重申，两年来，我对阿扁总统的案子，上基本的三个坚持：第一，无罪推定；第二，定俗的正义；第三，上要紧的。就是蓝绿要同一个标准，因为我今仔日无法度请阿扁总统来家，所以我转而邀请阿扁总统的儿子陈志忠，志忠代表他爸爸来出席。他们一再的推辞说，因为你已经他的年纪跟他的辈分也当作主说，但是我坚持，而且因为伊是代表伊的爸爸。所以我相信大家会予伊，那一定予伊真侪温暖跟支持。今天他也带了美丽娴熟的妻子，瑞静小姐一起同行哈。我们非常欢迎，感谢你。希望今仔日大家会当用一顿开心的晚餐，听几首很不一样的歌曲。其中还有五首是阿扁总统在看守所内底作曲哦。还有几场真精彩，但是阁袂伤长的演讲。大家预祝大家周末愉快，也祝福会全家各位全家阖家平安健康快乐。感谢大家，好，感谢电影，感谢北社的李干事，各位贵宾，各位
好朋友啊，台湾人大好，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我都全胜你，一情一控一志，安好安好。我相信大家拢真了解吼，咱北社的宗旨，今仔在座大家拢甲北社的宗旨啊，迄、那个想法、价值拢共款。咱台北社即马伫单社竞争之下，由今仔日的无法参会，咱会当看出讲这会务是真正之上。咱的单社长，伊是女性。人生做无外悬，嘛无大好，但是伊真有实力。不管去电视要甲人辩论也好，要文章来文说也好，也是做社长要领导一个社好，拢做甲真出色。咱会当伫伊身上看到他的软实力，吼、哦，这柔性的实力。所以我相信，台北社为领导，绝对会当为台湾、为咱的国家，搁做较侪代志，让咱的国家早一天会当变色性强国家。各位讲对唔对？这次五都的选举存四计划，我相信这次咱呐大家团结，五都。是有可能全胜利，全胜利要创啥？全胜利就是要奠定2012奠执政的基础，所以讲为着要把台湾的政权拖到倒来，为着要落实台湾中国一边一国，咱无论如何爱有国都全胜利，安尼好唔好？这届选举嘛是会当讲是治理能力、治理能力的一个选举。不过你啊看，马英九、朱立伦、胡志强、郝龙斌、周锡玮，因看起来都仪表堂堂，学历显赫，能说善道。但是正经市政拢做袂好，国政嘛做袂好，所以讲会当看出是讲，因这个人是花拳绣腿，因这个人如何把国家搞好，只有让民进党的人才来做五都的市长，才有法度让五都的市政。会当做好，所以讲这是第一重要的考验。我恳请大家做伙来打拼，我有全民，无论如何爱护有第一重要的民进党，会当在为国家、为五都来打拼，安好安好。因为今仔日，今仔日后边这波都真济，我会甲大家共同努力，甲吃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台湾早日变作正常国家。谢谢各位大家。